你不是很多女朋友吗？你确定你有一个人要找 Amy？ 没有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有交过两个女朋友，但是都人我发誓，真的，两个都是抢来的，对，两个都抢来的，对啊，所以一年前我还没认识你，所以我只会抢别人喜欢的女生。好，但是赞，但是现在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那你喜欢他，最喜欢他哪一点？对，我比较喜欢他的个性。个性？哪一种个性？就是会体贴，还有对我很好，都不会去强求一些东西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你喜欢他比较多，还是他喜欢你比较多？之前两个都喜欢很多。哇，那什么原因你跟他失联了？对啊，什么原因？是你现在喜欢的女生是不是？还是我现在喜欢女生啊？所以是还没有告白咯？对啊。觉得他会不会来？我很希望他来，因为我想要跟他告白，然后我不想失败，我想要成功，百战百胜。耶！好，你说你会成功，我来听听看，你会跟他讲的第一句话。我其实不会说很多情话，但是我只要他知道我心意就好了。我喜欢他。请到场中央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怎么样？现在心情？很紧张。紧张。对。好看这边吼。来喽，我们就一起来倒数。靠近一点，好配哦，真的。来 ，Amy 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快点。我是 Amy。那，今天其实我很紧张，很紧张啊。好，先让这个，先那个了，告白一下，然后再问对方，先问让 Monkey 告白一下，好。谢谢你今天来上棒棒糖的节目，然后我想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。不敢看对方眼睛的原因是，我怕害羞，对，我害羞，我有点红，真的哈。而且其实男生有准备礼物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定要成功，百战百胜。好，那你要送他这个花之前，你要跟他讲一些什么样的话？要看着他讲啊。说下他吧。哇，那女生有什么话对 Monkey 讲 ？Amy 的心情讲一下。其实我也很喜欢你。愿不愿意接受，就是他的这个告白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愿意。除了愿意之外，怎么样？现在感觉？我现在很紧张，也很开心。马上坐下。我觉得要有仪式，要有仪式。女生那个，我比好了。
脸贴脸一下，因为你说的害羞。脸贴脸，贴贴脸，脸贴脸，那来个爱的五连拍好啦。脸贴脸，然后爱的五连拍，像我跟 Apple 这样。对，要很近呢。然后五连拍，好，来对着这边。成功的一个，所以呢，给你一个任务，就要这个抱着 Amy 呢，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好不好？抱着大号，好来哦，不要闹鬼哦，不要把摔到地上，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，能在七夕前抱得美人归，果然是百战百胜，这也是这次任务中第一位成功的人哦，恭喜你们哦。